民国52年，永宁高中高三丙班的林希和因组织读书会，为匪宣传，通匪未欲推翻政府之思想表现。今日发现其已畏罪自杀，以敬校友，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。这里和我熟悉的学校不一样，我想回家了，我们下次再来啦。我们进时间也快到了，再不回家下次就没办法出来了。爸，我的书包忘在教室了，我家的钥匙也在里面耶。阿伯，我们陪你回去啦。我们灵异社就是要共同进退啊。你们有听到吗？可是我记得学校没有教官才对啊。哦，你们别再自己吓自己了啦。同学